2, 3, 4，就是张王牌，人情突破重围宽，就喜欢硬碰硬，一喊寻喊，他像个冲意外耶。自信照旧绚烂美点，本事聚起火花，还真的驾驭不来。我是麻烦，也是惊叹，在想象外不断蒸发。我农民，有点尬，有点尬。Come on, right？ 小马，哎，咱们分两组人，你带着他们把那个客房弄出来，可以，好吗？镜子也是可以用这抹布抹的吗？镜子是蓝色的，蓝色的，蓝色的是镜子和不锈钢。棕色的是马桶，白色的是浴缸和洗脸盆。对的。我已经记住了。我记得笔记上。是吗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咱们用最快的速度搞定这间房。好，我还有一间。下一间房还要吸尘，那我来吸个尘吧。我以前从来没有用过吸尘器，然后我现在用了之后，我觉得吸尘是一件挺治愈的事情。是吗？就是把灰尘吸掉就觉得好开心哦。亲爱的客栈，这薯饼好好吃。嗯，你要薯饼吗？好啊。还要吗？谢谢，不要了。我爷爷给你看视频，好玩了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这什么这什么，作为一个家属你好像跟不是，我就想说这个个子这么高的男生亲吻老低一下，就这是一个什么体验，就腰特别累，就腰特别累。对，我们离远点，小心手。你那手已经，哎妈呀，哎妈呀，是不是吃了一点血了？要不要要？没事没事没事，弄个创可贴。没事没事。完美，好看吗？个傻子，他坐好了坐他的滑冰车。哎，有没有啊？五块，五块，上车就走，上车就走。不想理他。要定凯，要定凯，要定凯，要定凯。我不是王俊凯，那是易烊千玺。王俊凯，那是易烊千玺。王俊凯，那是易烊千玺。去你祖先的个家！